2019春夏首尔时装周在16日拉开帷幕，聚集在东大门数多场华丽的时装秀，如往年一般，许多韩星受邀出席看秀。就让这些明星们带我们看看2019最新春夏潮流趋势。却处处有着小细节的惊喜，让他们看起来相当简约又有趣。